自己做自己吃的第28天，大骨头先吃了再说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，真的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啊，太爽了！这他是一点也不给我留啊。哎呦我的妈。下次看我怎么整你。没想到这个辣椒酱拌饭还真好吃。有人。真香，哎呀。